清晨，远方还在流浪，我们卸下重负，我们不走了，我们已经觅得了遗落在大山里的江南梦。早晨，念巴都在潺潺的溪水中，袅袅的炊烟间，婉转的鸟鸣里重新焕发出生机。何为念巴都？为何它有这样古怪的名字？为何它的名字如此绕口？在这大山深处，古藤遮蔽下，又隐藏了怎样的秘密？念巴都过去并不叫这个名字，古称道城，因宋朝时在乡以下设都，江山设都44个，道城地属28都，此后就一直沿袭这个名称。在江山市至今还保留着4都、8都、念7都、萨二都等地名。而关于这个念字，那里深藏着的是一场大型的迁移文化。将时光追溯到西汉末年，一日，汉武帝看着泱泱江山图，发现了一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地，这地便是现在的念巴都。汉武帝不由心生焦虑，此处一旦有人造反，将会一发不可收拾。前思后想下，汉武帝便下令将当地的乡民全部押往外地，举家迁移。念巴都一时之间人去楼空，成了一座空城。历史变迁，江山更迭，唐末黄巢起义军攻打福建，耗时2年，再次开辟了仙霞古道，打通3省交通，念巴都自此繁荣了起来。到了清朝时，商业更是到了鼎盛，外来客商、杂夫、流落的败兵、退役官兵纷纷在此定居，这里成了有着百家姓的移民古镇。百家的移民自然带来了多方的语言，至今念巴都镇内保留下了9种方言，语言的繁杂变成了交流的阻碍。满清的军营不准讲方言，便开始强制推行官话，守军更是强迫当地的居民使用满清官话，镇上的人们开始说起南腔北调的官话，语言也就统一了。官话虽然盛行，但是本地的方言也依旧有着各自的传承。仙霞古道打开了念巴都尘封已久的历史之门，引来了8方商贾宾客，随后成了汉唐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是海上丝绸之路上一条重要的陆上运输线。到了明朝的时候，由于朝廷实行严酷的海禁政策，江浙海岸港口对外封闭，限制了沿海民众的正常谋生之路。仙霞古道也在这一时期从军事功能向商旅功能转变。然后，外出谋生的商人带着浙江的布匹、日用百货，溯钱塘江而上，到江山的清湖码头靠岸，民生用品下了船，便由岸上的挑夫利用扁担挑往闽赣，而从闽赣来的土特产也要经过仙霞古道运往江浙地带，甚至溯京杭大运河至北京。
千里的商贸，遥远的城市，因为这条古道而有了相亲相惜的紧密感。仙霞古道成了商旅要道，而念巴都古镇和古道的关系则是特别的。古镇是商品货物运输的第一站，更是贸易的一个必经的交通枢纽。数年之内，念巴都便一跃成为了浙闽赣三省边境最繁华的商埠。在鼎盛时期，这里就是一座不夜城，日行蒹葭，夜歇客商，每天南来北往，熙熙攘攘。这种富足热闹了数百年之久，念巴都也在这片喧腾里开启了它的百年灿烂。当古道带起了古镇的繁华，隐没在古道背后的佛家禅意则将古镇的铅华洗净。仙霞古道是圣僧空海法师北上唐都长安的空海之路。公元804年七月的一天，空海法师一行跋山涉水，为寻找真正的佛法而入唐学法。在去唐都长安求学的路上，经过了这仙霞古道，来到这座古镇之外，长途跋涉使得法师等人疲惫不堪。热情好客的念巴都山民用上等的茶叶泡茶为他们解渴，并用泡茶后的茶叶为他们清洗伤口。法师等人喝了茶后神清气爽，便向村民要了些茶叶和茶树苗，学习制茶的方法，因此便有了日本的茶叶是从念巴都传出去的说法。沿着空海之路，踏在青石板路上，夹缝中生存的草木，石块上斑驳的青苔，潺潺的小溪，都浸润在了佛法之中，显得安静祥和。念巴都是一个文化的集成地，这里有佛，有道，有儒，三教并存，不显排斥，反而在小镇里显得惺惺相惜。这或许就是江南的小镇最包容万象的地方，用它广博的胸怀接纳这百家的文化。在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文昌宫，也有平易亲和的道家水星观，有慈悲为怀的观音殿，也有威武恢宏的关帝庙。在林木的葳蕤之中，在苍茫山河之间，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将这座古镇装点得静谧而雅致，灵动而鲜活。文昌宫前桂花树弯弯斜斜地生长着，风吹起它的枝桠，带下片片叶子，即使有些落寞，却掩盖不住它的生机。它矗立在这里百年，为的是让这里的学子可以蟾宫折桂。文昌宫始建于清宣统元年，宣统三年落成，它高耸于古镇的北头，四脚出跳的上翘，似是要直插云霄。
三层重檐歇山顶，有气吞山河之势。总体布局呈纵长方形，沿中轴线依次为照壁、大门、前殿、天井、正殿、寝殿，共三进两天井，左右为厢房，以檐廊相连接，前殿、寝殿为单层硬山顶。天圆地方，对称之美在这栋雕梁画栋的建筑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梁上、天花板上皆是数不尽的故事，看不尽的风光。鸟在梁上歌唱，凤在天上鸣叫，花在地下开放。这里精致的宛如从画中走来，而那悬梁苦读、读书做官、衣锦还乡、卧冰求鱼、孝敬父母等小故事，更是寄托了在那个科举时代古镇百姓寄予在子孙身上的那种强烈的祈愿：学而优则仕。天花板上的三幅彩图正散发着耀眼的色泽，图上绘有赐福天官、喜子、青松、梅花鹿，象征着福喜寿禄，寄托着百姓的美好心愿。朗朗书声似是从阁中一隅传来，夫子手执书卷在学生间巡视，学子聆听着夫子的教导，似是茅塞顿开。在第一进天井正中有一个青石墩，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每年的农历2月18，文昌宫中都举行祭祀文昌帝君和孔子的活动，而为了表示对神明和圣贤的尊敬，需要用竖旗召集全部的文人。那么竖旗插在何处呢？便是这青石墩了。遥想农历2月18那日，当竖旗在这青石墩上插旗，四面八方的文人怀着虔诚的信念聚集到此，祭祀帝君和孔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思想的广博胸怀深深印记在念巴都人们的心里，而那大慈大悲、悲天悯人的佛，同样也浸透在生活的角角落落。观音殿里的千手观音菩萨，千手辩护着众生，千眼遍观着世间。众生的苦难和烦恼多种多样，众生的需求和愿望不尽相同，佛前众生皆平等。这里我们回归最原始的质朴。烟雾缭绕，淡淡雾色下，朦胧的念巴都里似是响起了一声戏子的轻叹。一座关帝庙，一座古戏台，便这样漫不经心地坐落在此。英风万古须眉在，故土千秋草木香。武圣关公地庄端坐，神态威严，拨开历史的硝烟，这里是活着的记忆，弘扬着忠义仁勇、至情至义。关帝庙前的大块空地上，
搭起了艺术的殿堂，古戏台，歇山式屋顶，飞檐翘角，庄重中透着秀逸。古镇上的人们依旧会在重要的日子在这里上演最多情的技艺，摆上长凳，带上小吃食，听着台上莺莺呀呀的曲调，看着戏台上的人生，这便是江南人的生活，舒适惬意。文武双全才是念巴都的真实写照，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自古的箴言。念巴都镇作为浙西南所要，四周关隘拱立，大山重围的念巴都成了历代屯兵扎营之所，兵家必争之地。为了保卫这关键之地，1646年3月的一天，明武隆帝颁布圣旨，加封23岁的郑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镇守仙霞关及仙霞岭上浙闽赣边境诸关，驻念巴都，守卫着这里的人与这片土地。而这浙闽风岭营总府就坐落在这仙霞古道的咽喉之地，念巴都也成为了操七闽之关键，攻两浙之藩篱的军事要镇。浙闽风岭营总府于清顺治11年在念巴都设置，是一个相当高的机构级别，设有游击一人、守备一人、千总两人、把总四人、兵丁1000人，俗称三品游击衙门。游击衙门由游击一人指挥，监听两省节制，在江山境内辖清湖镇训、李贤镇训等11个兵训，辖吴敦训等4训18堂，每堂守兵6名，烽火台1所。这所百年衙门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分为主院、东跨院、西面的班房和库房。巡礼村范围就是从风岭营的位置上发展而来的。欺人如欺天，勿自欺也，富民即富国，何忍负之？高挂的对联告诫统治者：苍天不可欺，民心不可负。这是警示，更是督促。漫长的时光过去了，仙霞古道雄关屹立，仙霞岭下又留下了多少足迹？这里走过北伐的军队，留下红军的征途，这里闪耀着革命的霞光，斗争的精神。硝烟过后，古镇归于平静，烽火已在那风中吹熄，足迹也在那草里模糊，人们开始在这里安居乐业，历史的尘埃落定，人烟从此便开始升起。风溪的水不再湍急，它缓慢而悠扬地流着，它的身上映出弯弯的廊桥。横跨小溪的廊桥显得空灵祥和。这座廊桥叫珠坡桥，它这绕口的名字来自一个异趣的传说。相传古时有一个外来的王子到念巴都避难，要在这里生活下去的王子便以饲养母猪、贩卖小猪为生计。他精心护理这些母猪，也获得了不少收益，
王子便在此地安顿了下来。可好景不长，日子久了，暴君便找到了他，下令派兵捉拿王子，王子只能逃难。逃难之时，王子将母猪为坐骑，逃上了这猪坡岭。奈何最终还是被追兵赶上，连同母猪都被杀害在此。后人流传此事，遂叫猪婆岭。后世文人墨客嫌弃名字不雅，将其更名为猪坡岭。而这岭下桥也就成了猪坡桥。如今的猪坡桥作为古镇的路口，依旧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我们仍能遇见往来的樵夫，过往的商旅。樵夫挑着担，哼着歌，从桥上走过，商旅背着行囊，应和着。善歌的念巴都人，一人唱歌，众人和，成就了猪坡桥唱的盛景。过了桥，走在巡礼街上，又是觅得了江南人家的滋味。南来北往，熙熙攘攘，一派繁华景象。这座小镇的特色便是在这里汇集了各种不同的商业文化，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最终彼此包容，融为一体，却又别具一格。这就是特色。德春堂药店是小镇中西结合的典范，它的药膳更是展现了中草药的神奇。洋油店百货星罗，报社古朴，客家饭店香气宜人，制衣店、旅店等等商贾云集，鳞次栉比，花样百出。临街的商铺和寻常的百姓家交织在一起，古老的门楼沧桑而精致，诉说着那老了的故事。老街上的大户有曹、江、杨、金四家，他们围绕着宗族而居，至今还保留着36幢完整的古民居大院。这四大家族的住宅建造得尤为精致，这些院落大都以姓氏集结成建筑群，庭院之间用高高的烽火墙隔离，以防火患。建筑风格虽属徽派，但又融合了南北各地的民居特点，造型很有特色。那外墙上高高的马头墙，用白线青砖平封到顶，上面盖一色的釉彩黛瓦，屋与屋相连，错落有致，气势非凡。进出的门面最为讲究，青石柱、石台阶、石门槛，很是气派，还用紫气东来、南极生辉等美好的语言表明住宅的坐向。而这些古民居中最精致赞叹的，不是它的内部结构、布局方式，而是那一抬眼便能瞧见的门楣。念巴都老街上的门楣，或许是所有古镇里最精细、最有讲究的了。门楣多为楼阁式，由梁、方、檐、望板和垂帘虚柱构成四柱三楼式。门楣上的各个零碎的部件都有精细的木雕点缀其中，题材多为福禄寿、和合二仙等吉祥物，
寓意福气临门。这里就像是一座古建筑的博物馆，展示着各地的凝固之美。江南是浸透在烟雨里的，游江南的古镇从来不是寻着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而是觅着一个烟雨朦胧的季节。珍惜江南的清晨，更是要珍惜江南的雨水。浮云万里，烟波浩渺，滋润着远方的客。山民在老街上用着蓑草一针一线地缝合连缀起那蓑衣，这种几乎绝迹的技艺，怕是只有这样古老的小镇才能窥见和尝试了吧。雨里便是要身着一身蓑衣，踏在那油亮亮的鹅卵石上，听一听往来商旅的吆喝，看一看当地人民的生活，才最是识得江南滋味。往来的念巴都山民安乐地在小镇上生活，他们是淡定而从容的，他们又是满足而闲适的，这是念巴都人的追求，也是念巴都古镇的印照。在念巴都人的心中，生活就是坦然二字。无论外面的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里面的人却仍旧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即使外面的社会已经面临信任缺乏的危机，他们还保存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民风。你可以说它落后，说它古旧，但你却不得不承认，在这里可以看到最慵懒的生活，最质朴的原始，最简单的往来。烟雨里的念巴都，山更加清脆了，水愈加清澈了，连这里的人都更加亲和温婉了。那遗落在大山里的梦，拾起了吗？